尽在运通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建。今天指数下跌18点，其实感觉上应该是蛮正常的，因为昨天指数大涨300点的过程，昨天融资却减了22亿，而且融资的水位是创近期最低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大家现在的想法是，哎，你看哦，指数从7200反弹到这里卖掉是 OK 的，很多人是这样子想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我们做股票，你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。如果你从下面往上看来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你从这里往这里看嘛，你昨天卖也不能说你错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涨这么多了，昨天卖是没有错，所以昨天融资大减。可是问题呢，如果你由上往下看呢，你不要说看指数啊，很多股票你看像2498宏达电，你说它高点要怎么算？它高点是300还是400？对不对？它现在是40啊，你怎么去定义你的股票到底现在的价值是什么？很多人在问我们，好，哎，那个操盘工具啊，我们的这操盘工具会不会很贵啊？因为很多人都有来看过，没有，很多人在节目上都看过。那我相信以比例来讲，比例上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冰山嘛，冰山，你看到一个冰山，一座冰山表示什么？下面它有很大的一块冰啊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一个冰山在这里，代表着有九分，上面是一，下面是九，九分之一在那个水面下面，它是一大块的冰块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的是很多人，我相信很多很多人到现在觉得我们操盘工具不错，但是有几个问题：操盘工具这么准，会不会很贵？很多人都会问啊，啊你这样子这么准啊，啊我买不起，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啊，你安呢，你看这联发科啊，439块哦，一个箭头提醒卖出，从来没有看过操盘工具可以做到这么完美的，而且这是当下就跑出来了，而且中间你看哦，沿路都是放空哦，沿路都是放空，到什么时候请你做多？240块钱请你做多，这有这么多天可以买啊？对不对？有这么多天可以买啊！很多人看到这张图，其实就不敢打电话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种话吗？因为最近有昨天啊，很多人来打电话来，啊，就问了说他其实早很早就想来看了，但是他怕说很贵，不好意思来问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们操盘工具现在的价格哦，我简单讲哦，现在的价格跟一般的操盘工具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是一样的，类似的。好，没那么贵，但是我把他们打挂之后，好，把其他人操盘工具，因为现在同样价格嘛，你比较知道，比较之后就知道谁的比较好，谁比较差嘛。如果你手中有操盘工具，如果是10年前的没关系，5年前的 OK， 你拿来比一下。如果你的联发科可以出现这样子的情况，你说你要不要跟着做？我当然要跟着做啊。那如果你的操盘工具出现这样子的情况，节目上我怎么跟大家讲？这叫联发科嘛？我们349块半，请你卖出压下来，自然要买啊！你卖400块的没有道理不买，只有一种前提，就是你中间忘记卖了，你忘记卖了，所以你才没有买啊！但是如果你跟我们一样，你在这里知道要卖，你这里一定会想买啊！那我请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买？每一天都可以买，这是不是每一天都可以买？所以呢，当联发科涨停板的时候，全市场恭贺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有人一次做同一档股票赔了几十万，有人一次赚了几百万啊。我给会员的扣讯很简单啊，上周我提前布局的联发科今天果然大涨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所谓的法人资讯，因为联发科拿现金去买了利息，现金不会溢注获利，但是利息会赚钱，所以利息的赚钱会转到联发科里面，所以联发科的获利会增加，而且不考虑合并重效的前提，短线目标先看这个嘛。这是最近赚最少的一档哦，而且太想去了呀。对啊，我跟他讲，其实如果你有我们操盘工具，我知道你觉得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过去坐火车，你怎么会觉得说有捷运跑这么快？你也讲过十当前啦，有火车通坐就袂歹啊，对不对？50年前，有火车经过就不错，现在有高铁啊，
那当然依照时代进步不同，时代会告诉你什么，会告诉你来，这个叫做宏达电嘛，对不对？宏达电啊，如果你跟我们一样153块钱提醒卖出，而且就只有一次，如果说他天天提醒你卖出，你就不会跟了嘛。可是不是啊，他这里提醒卖出啊，那最高161嘛，也没差多少钱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要下来，你卖153，那我请问你，你要不要买宏达电？我当然要买，为什么买？你可以说很惨，但是你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想，换另外一个角度想，你说台北股市很弱，好，我们的那个什么633跳票，他不，你要听清楚啊，马英九不是说633啊，他搞不好这个笑话以后再讲给你听哦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想清楚。如果是这样子跌下来，你这里有卖，你这里要不要买？要啊，看买什么价位嘛，对不对？我待会买什么？宏达电买48块3买进啊，对不对？那买完之后，过个几天涨停板啊，你都看到亏钱裁员营收不好啊，那你换个角度想，亏钱裁员营收不好，那都跌不下去了，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很安全？今天宏达电多少？57.4。57.4，你想清楚哦。57.4的意思是什么？来哦，我们还不是买在最低哦，买48还不是最低点。但是今天57.4是多少？赚接近20%哦，赚接近20%。你看一下，差不多怎么跟你讲？这里都可以买，这里都可以买啊，我们买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赚20%啊，20%的意思是什么？20%意思，如果你用融资买进，乘以2.5倍，你已经赚50%了，没有错啊。社会是公平的，股票市场是最公平的，它会大跌也会大涨啊。融资现在是近期最低最低的最低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多人他不想做了。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很多人不想做，好，王猛林。你吃东西，好，你去吃东西，有没有曾经啊？你吃东西，这吃东西的时候，刚好不小心咬到舌头或咬到嘴唇，你有没有这样子曾经过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。那我问你，你会不会因为你吃东西咬到嘴唇或咬到舌头之后，你就不吃东西了？你以后就再也不吃东西了？不会啊，东西还是要吃啊。所以呢，所以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什么时候卖，什么时候买。如果操盘工具每一次都对，如果可以事先做预告，我请问你，2498这20%你怎么可能不赚？可不可以赚？还没起涨之前怎么跟你讲？还没起涨之前就讲9月7号，没有起涨前没有人敢讲宏达电，起涨之后大家都敢讲。问题是起涨前我怎么跟你讲？来9月7号宏达电的补息啊。你自己去想想看，自己去想想看，如果时间可以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好，每个人都想要做时光机啊！好，时光机那个拿号码牌的哈，可能好几百万人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觉得可如果可以重来有多好。来，宏达电，请你卖153，92块你觉得很便宜对不对？好，你卖92块断头。哦，如果你觉得92公司是对的，你买92块，你着了啊，假的。你也买92块，你也糟了啊！你都卖出去才几年，真的没有多久。你讲92公司做小对不对？啊，你还糟了，因为你不会卖，当然不能买啊。但是如果你卖了，4张哎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曾经卖了，你现在一定会想买啊。那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做？是因为你一步错了，一日被蛇咬，对不对？你看了抓了惊。啊，可是呢，我们没有被咬啊！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买进啊，怕什么？40倍啊，48买还涨停啊，对不对？暴牢啊！重点是会涨到什么地方啊？接近57了，48到57已经赚9块了，已经接近20%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，操盘工具就是长这样，高点提醒你卖出，低点叫你买进啊。为什么有人总是开名车？
为什么很多人都开名车？只要你有个方法，你要搭巴士还是宾士，你自己选。真的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都有选择权利。你可以选择什么？你可以选择幸福快乐，提早退休，创业开店，小孩子出国留学，买房换车，都是幸福快乐。你可以做其中一种，你也可以四种都做，只要什么？只要在低档买进，买完隔天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先买，买完涨停。昨天跟大家讲，净值33.7元，现金股利发4元，股价只要10几块，最强的工具翻多，简单幸福快乐，这个就是人生。昨天在这里出个量，对不对？昨天就这样小小一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照这里就好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吧？昨天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昨天呢？哦，昨天呢？啊，今天呢？诶，这昨天哦，这今天哦，简单幸福快乐，这就是人生。来，简单回顾一下昨天的复习啊。好，但我跟大家讲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好的礼物。一个秒杀的好礼，庆祝股票都涨停，不止股票都涨停了。你要问，那还有没有那种低档会狂飙的？好，连低档会狂飙我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连低档会狂飙我都准备好了。净值33.7元，现金股利今年发了4块钱的现金股利，股价只要10几块钱。你会问我说，十几块钱是19吗？不是，48吗？不是，净值是33.7元，现金股利发了4块钱，公司可以发4块钱给你，表示他公司很有钱。地雷股是不可能发钱给你的，因为他没有钱，那是地雷股，他做假账。好，如果净值高，公司又有钱，表示净值是真的，他又发了4块钱股利给你，股价只要10几元，你会说19元吗？他如果涨到19元，你可以赚35%。如果涨到18元，你可以赚28%。最强工具刚翻多，这里出大量，短线都没有涨，日线图，简单幸福快乐，这个就是人生。简单幸福快乐，这个就是人生。哪怕今天指数没有涨，今天指数跌，昨天涨300点嘛，今天指数不可能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昨天买，今天会不会涨停啊？昨天买，今天会不会涨停？净值33块，我先跟你讲，我不是偷偷藏起来啊。哦，净值33.7元，现金股利4块，股价只要14块。今天涨停板，你看我老师邀请我来加厚，对不对？4930的灿星网，然后我跟你讲了，他今天涨停是不是15块？是。昨天跟你讲的时候14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现金股利能够配到4块钱的有几档股票，跟你分享一下：4938的和硕，3376的新日新，3454的精锐，看一下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闭解，3454精锐，84块，现金股利4块，3376新日新，你讲起才多，67块涨到90，现金股利4块，4938。哎，和硕，现金股利4块，来和硕股扣被涨哦，3376股扣90，对不对？90块啊，90块，89啊，3454是多少钱？83啊，4938多少钱？85啊，能够发4块钱现金给你的，无把被涨贵，无把霸贵来，还有好几档100多的，他多少钱？他多少钱？他10块，他14块，对不对？他14块啊！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来，这今天给会员的空信，灿星网果然涨停板，持股获利爆了。明天股票市场还会继续，下个月股票市场还会继续，明年要选总统，股票市场还会继续。我不知道一天输赢如果差3%，3%就好。你一个月就输赢是差多少？如果别人天天赔钱，他不想做股票，那很正常啊。你看到一起，我那最近输这多啊，
我拢输遮济啊，你莫去甲我讲股票，我会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是这样啊，我输遮济，你甲我讲股票，我会惊。啊，我问你啊，啊你也赚遮济啊，啊你甲我讲股票嘞，我袂买啊，对不对？我都赢这么多啊，我都赢这么多了啊！你跟我讲股票，我要不要做？我当然要做啊，对不对？买进去涨停板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啊，人八十块、九十块呢？啊，你这十几块尔？对啊，啊，帮你去查啊。我跟大家讲，真的，什么武器你自己比较一下，好，不是说我们自行吹嘘。哦，那也很多观众朋友他觉得很呕，很呕什么？很多说，哦、哇，炸灾哦，炸灾的卡炸来一块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多人说他之前都有看节目哦，但是他不太敢打电话，他说太准了，太准了不敢打电话。你看这台媒体，那有可能中咖呢？这台媒体啊，202块请你卖对不对？你要放空下来对不对？进去做多对不对？那开始涨对不对？啊，这台媒体是不是涨停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没有箭头哎、欸，啊，这里有箭头哎、欸，请你卖，这里空啊，这里买啊，这里涨停，最难做的台回体哦，你别掉个样豆芽哦，这只难做了吧？这只难做啊，请你卖这里哦，卖这里哦，下来买这里哦，上来涨停板哦，你说天方夜谭，我给你看啊，真的、啊，卖这里啊，空这里啊，买这里啊，涨停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来讲。好，今天再一次，好，今天再开放一次，这个秒杀好你抢先看。好，秒杀好你抢先看。我跟你讲，机会在你手中，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利。你可以选择你做股票赚钱，你可以选择你未来的幸福快乐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下阶段再回来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德云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新革命投资新思维，改变就从现在开始。选对团队，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。选择轮源，让您财富轮源。服务专线02-2321-9933，02-2321-9933。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，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，操作不再盲目，赚钱不断重复。德云投顾蔡老师，让您轻松累积财富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02-2321-9933。投资自己潜力无穷，现在订阅理财周刊一年52期，限时加送8期，总共60期，只要8188。详情请洽订购专线02-2392-6680，02-2392-6680，或上理周网站查询。老公，洗完了泡茶哦。也好，越洗头越晕，喝茶提神一下。老公，你声音怪怪的哦。嗯，开热水洗澡，四肢无力，有点小吐，好像感冒了耶。啊，老公，我也觉得头昏想吐，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，赶快离开办室外。啊！救命啊！网站还有更多。令人很讶异的是，昨天指数涨300点，哦，投资朋友不是买股票，是卖股票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习惯这个逻辑了，哦，涨上来赶快卖，不然会暴跌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搞不好是最安全的时候。真的啊，10000点你进去买，真的会赔钱。10000点看起来很安全，但是买进去都赔钱。
现在人很少，你想想看，你要在人多的时候做股票，是在人少的时候做股票？重点，我们不是只会买不会卖哦，重点是要先卖掉之后，我们再来考虑要买什么价位哦。如果你有个操盘工具，它可以很明显告诉你哪个点位卖掉，就像这叫台威体，它可以很明显告诉你哪个价位卖掉，哪一天。它不是说这一区都可以卖，不是哦，是有一个箭头，请你卖在202块，就202块那一天哦，一个箭头，请你卖在202块那一天哦，对不对？然后下来，请你放空，请你做多，做多没谈没料，半空大赚，做多又大赚。为什么做多又大赚呢？因为事实证明，时间事实证明，做多又大赚了。它不是这个区域都请你卖哦，不是哦，是一个箭头哦。很多人说实在，最近很多人来我们公司看，他说好可惜哦，早知道就早点来我们公司看，早知道就把他操盘伦理带来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操盘工具可能卖很贵啊，可能卖什么百几万啊，是过了上班了也 game 刚卡等会啊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哦，现在没有哦，现在我们操盘工具卖的价格，如果你手中有操盘工具的，不管你是哪一家的，欢迎你来比较。你当时买什么价位？你买的操盘工具的价格，你来跟我们比一下。会请你卖153吗？中间都没请，这个中间自己你来看，会告诉你什么样的讯号，对不对？这联发科，你自己看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操盘工具会这样子跟你讲吗？这里清洗卖出，在这里放空，这里做多，这里涨停吗？如果会，你一定跟着做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你他都对啊。你自己看一下，这里卖哦，不是说这一区都可以卖，不是哦，是只有一支箭头去卖这一天了，然后去放空哦，下来哦，去坐落上来哦，这哪个自己看不懂？哪个自己看不懂？哎，你这唔对，40-50万都无去啊！宏达电赔300万，赔上千万的，还有人赔好几亿的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什么金的啊？他不是说买宏达电输过来爸收出很多亿吗？那如果你有操盘工具，那你说我操盘工具要卖你几亿？没有卖你几亿啊，就一般的价格啊。但未来会调涨，我讲得很清楚哦。什么价位能买？能买就能买，对不对？买完就涨停，然后在今天再创新近期新高，你自己看啊，是不是长这样？真的啦，啊，是不是长这样？啊，不是只会请你卖，不是请只会请你买哦，会请你卖哦，这个是会请你卖的哦。全市场最标的一档股票，1599洪家腾，来，你技术分析看好，你有要投别家吗？洪家腾哦，你知道买在这里，到今天这样赚多少吗？现股一倍，真的。你不会去看洪家腾，你也不会去算洪家腾涨多少，因为你手中没有洪家腾。如果你手中有洪家腾，哦，你自然会说哦，你要看，对不对？上来，到今天中间减略，对不对？今天57块，有除权洗还权洗，这个价位是28，还权洗的情况，这也是不是个大量？是不是小量过大量？这个是不是小量又过大量？那没有出现比这个量之前，是不是还不会见到第二高点？这是量先价行嘛，这是最大量嘛。过了这个大量之后，除非比这个量更大，才有可能出现爆量要转弱的情况嘛。那请问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比这个量大啦、啊。那你就沿路转上去啊。那技术分析不是这样教你的吗？这里最大量啊，没有量比这个大，量先价行嘛，没有比这个更大量，没有爆量转弱的余力，接57，这样多少多少一倍。你不会算，没有人跟你讲洪家腾，就像没有人敢跟你讲宏达电，没有人敢跟你讲联发科一样，大家只会跟你讲跌很深的不要卖了。我怎跟你讲？这有涨停不？来啦，4930了，昨天有没有涨停？我请问你，今天涨停了，今天涨停了，啊，昨天有没有涨停？没啊，啊，刚买掉。这么大量你买不到，啊，今天是涨停，是啊，啊，我只跟你说，净值33块，你为什么不买？啊，现金股利4块，你为什么不买？股价14块，
净值33块，现金股利4块，股价14块，哎，和硕80几，新日新80几，精锐80几，才配4块，他10几块钱股票配4块，净值30几，哎，你说不爆了要怎么样？哦，我知，再给我一道机会，洪家人第二了嘞，洪家人第二，我说我找好了，喷出去无买点，不是我问题哦。好，每个人都有选择权利。来，今天再开放一次，秒杀好礼抢先看，把电话给拨通，先抢先赢，祝你明天操作顺利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战胜股市，您不能没有操盘工具。胜者为王，决策操盘系统，红买绿买，选股操作工具在手，通通掌握。立刻拨打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想战胜股市，您不能没有操盘工具。胜者为王，决策操盘系统，红买绿买，选股操作工具在手，通通掌握。立刻拨打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是您最佳的理财双拼，缺一不可。现在订阅一季理财周刊加赢家日报，只要9188。更多优惠专案，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02-2392-6680，02-2392-6680。降一度，降两度，降三度，降四度，降五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降了，就是降了。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，第一台不需安装冷媒管线，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。应该说它是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，免工具，免安装，没有压缩机，不用。